爱哭的孩子大概明白，哭泣可能会吸引大家。痛哭的孩子也许不要回家，他妄想拥有一只木马，他不了解一切需要代价。爱哭的傻女大概明白，哭泣隔离笑可以换鲜花。爱哭的男人也许上路回家，不过得到一只古老木马，他需要一点痛去显出性格。痛哭的男人也许并无其他，不过心里郁结樱花未化，他需要一位观众看他笑。眼中并无其他，不过找不到伴，所以害怕。他不过担心冰棒将要融化，他需要多双手去显出身价。Yeah。